你试试。2019，你来自未来。2006，你来自过去。 不出意外的话，2006年的这个手机现在就应该在夏文熙的手上。你是夏文熙吗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太好了，我是……你不会是2019年的我吧？你能告诉我未来的我是什么样子的吗？我……哦，我知道，你是黑客吧？ 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联系上我的吗？该不会就是你把我的手机给搞坏了吧？你们这些黑客也太黑心了！这小姑娘怎么就不等人回复呢？哼，还想假装自己来自未来，被我拆穿了吧？我这种聪明又可爱的姑娘，怎么可能被你骗？夏文熙，快来洗澡！来了来了。 我竟然能与过去的夏文熙产生联系，这可能是扭转我现在命运的关键。不管怎么样，都要试一试。可怎么样才能让他相信我，帮助我呢？夏文熙，我是来自2019年的未来人，你手上拿着的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旧手机，而是一台能与未来沟通的时光机。在未来的2019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灾难，我们一直在调查灾难产生的原因，后来发现，原来是出自2006年的一次微小的改变。 原因很复杂，无法详细的告诉你。但是，这次改变关乎到全人类的命运，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你就是来自2006年的终结者。喂，你懂不懂得尊重别人？你半天不回复，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，你懂吗？ 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